然后6点过去，你看都还来得及的，2个小时到那边还来得及的。然后到这边下午4点多也蛮好的，就是你不用叫人家报名要去给你讲。哦，我每到次那边都，哎，对，我每次都是，会注意看一下那个到达时间。像我上次我一个朋友啊，你 know 他真的很没有 sense 啊。他到我这边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快要1点了啦。哎，等好，下，等下，老师，等下，这个是从日本起飞的吗？不是从日本起飞，从台北起飞，然哦，后台日北本起转飞，机，日本，哦，日本转然到芝后加哥到，2个小时的。对，对，哦，这样子看。哦，想看，OK，好，哎，所以这个航班时间蛮好的，我会蛮喜欢的。然后这个 San Francisco 转机，我建议不要到 San Francisco 跟那个 LAX 转，哇，那个很可对啊，怕。就是你光你就要等海关会，很久，光等超久的。我看这边有一间日本航空的，这个11点55一样啊。所以等于是日本航空跟这个美国航空是同一班飞机也快。坐去是坐日，去日本是坐日航有可还能是？是坐日航过去。然后然在后美航去美是，国这样子对对对，在美航去美国，对，好像是这样，OK，，Yeah，了解。那我这大个概都是1700多啦，嘿，差不多就是1700多，1700啊，大概6万左右。1万多哈，你们最近实在是贵，真的是2倍价钱，以前我们都是我们之前来美国都是不到1000块，9900多块。这个是单趟的吗？来回啦，是来回机票。来回那啊 OK 啊。啊，那个回程你就先随便订一个日期，然后回来，因为你如果不买回程机票，嘿，他会会不会出说，事啊？就是嘿，他会不让你进去，他会说你的 ESL 只有几个月，或者说只有1年，那你为什么没有回程机票啊？要他会他。一年就被列入观察了，就是会说你们怎么回程机票这样子。对对对，嘿，所以你就先买着，然后时间你到时候再调，再改时间这样。是往后延的意思吗？还是取消？对对对对对对，再往后就延。一直往后，一直往后，时间到就往后这样子。然后就时间到了，然后你看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你就打电话跟他改一下时间，这样子就改。可能好像有规定哦，有些改时间要钱，有些改时间不用钱。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下，OK，因为有好。些就是要贴个，只要你改时间就要贴个200块或什么的，那也没办法，因为200你块，没有办法确定啊，所以不便宜。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第一次就是这样，然后以后第二次之后呢，你就可以从美国，就第二次之后，你如果是比较长的读书的，那因为你是 ESL，一定就是1年嘛。那以后，如果你是拿到硕士签证的话，你就拿，因为你已经拿到签证了，然后你拿进去买单程的进去也无所谓就了。比较好，就没差，对，那就是没差。对，因为他如果问说，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到时候我再买，这样就比较，因为你只要有回去过，他就比较不会那个那么急警车。戒，对，OK。对，差不多。我在想一个，这个是可以的。这个班次是每天都有哎，的东西吗？没有，有些是一个礼拜只有开2班或者几班，所以有时候哦，看就时它间就点是有差，有一所以个，有时候你看礼拜一有班，就为什么礼拜二就不见了？他不是不见，他可能就是没开，他可能一个礼拜就是2班，礼拜三跟礼拜五或是什么这样子。所以你，是我的话，我就每天进去看，就是我从刚才说从8月9号，然后8月10号、8月11、8月12、8月13，就是每天都进去看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飞机啊。如果没有的话，就走早一点这样。你东西都还没整理哈？对，现在这个问题，我也稍微在想，就不用不用不用紧张，反正衣服去你一定会再买的，所以不用带太多衣服哈。你觉得你自己非在台湾买的东西不可的那个，你就带着。在台湾一定要买那个才有代价。哎，对，在美国买得到的就不用带，不用买，反正你来也你会是买，就是嘛。你要说你 T 恤，你来台美国，你会想要再买美国 T 恤，
那你就不用带台湾那么多衣服过去啊。哦，你懂意思？反正你还是会买嘛。然后那个衣服冬天的，你可以先不用带那么多，反正因为你冬天可能还会再回来。冬天哦，不会哦，会哦，不会，你可能不会回来哦，你可能是也是过明年的夏天才会回来。那就还是要带着，对。对，然后带，因为还是要带。冬天衣服很贵啊，应该很蛮贵的吧？哦，我们的衣服哈，我们在你冬天没有去过美国哈？对啊。因为美国在哪里都开暖气，而且开得蛮重的。室内其实没差，室外才有差。对对对，只有你走到车上的时候比较冷这样，所以通常我们里面都穿一件而已。我们不会穿很多，我们就穿一件，然后外面外套加着。一到车上，外套就脱掉了。Oh, 你知道吗？如果你开比较久的话，外套就脱掉；如果你开近的话，就是穿一下，马上开个20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基本上像冬天的话，里面都不会穿很多啦。我都，你会不会很怕冷啊？我比较怕热。你比较怕热嘛，哈。所以那应该冬天也不用带太多衣服啊，反正那边美国衣服又便宜又好看，不用紧张。OK。都名牌，又都名牌，然后材质又好。奥莱猫去逛一下就买回来，你姐在赚钱没关系，叫她买衣服给你穿。就带你喜欢的衣服去就好了啦，不喜欢的就不要带啦。你带去你也是直接在那边丢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有更喜欢的，你就不想穿的嘛。你知道我朋友多可爱吗？他每次来我找我，他都把很烂的衣服、旧衣服带过来。我说为什么你都带这个旧的？他说因为来会买呀、啊。这些旧的就直接从这里丢掉啦，哦、你看又省，你看他多那个啊，他说这样多省行李啊，我就不用再带回去了，我带回去的全部都是带新的，他连内裤都穿那种旧的内衣，内裤都穿那个很旧的，直接来就换掉，太旧换新这样子。对，我说你把修好嘛吧，你说哎呀你不懂，这个要节省行李就是要这样。我说哦哦哦 ，OK。结果真的，结果还带不回去，还留了一堆东西在我这里。他叫我下次带回去，我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台湾的。他说没关系，他不急，那些东西他不急，他叫我有空再带回去。对啊，所以不用想太多啦，就是反正你是住你姐家，你什么东西也都有了，所以你也基本上就是带你的衣服跟常用的东西这样而已。Okay. 嗯，所以不用太紧张的整理的你的东西啊。你工作呢？啊，什么工作？还有在上班吗？有啊。哦，还有在上班呢、啊就是。我会做到8月1号，就比较好算钱了。哦，就七月底就是了。就七月底，然后8月1号这样一天。嗯哼 ，OK。再拿个2万1万多块，换取那就换美金。嗯哼哼哼，那应该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嘿。对啊，最近第二季打完有点嗜睡啊。哦，真的、哦、会嗜睡啊、哦？有一点点，一点点。对。不过你至少打完针，你再坐飞机，你就会比较舒服。不过还是要戴口罩哦。一定会啊，一定会啊，这个一定会啊。太因为还是有那个 Delta 病毒什么的，这还是戴着。那个、非常神奇的传播力。对啊，还是要戴着。我看我妹她有买一个什么像 jacket 的东西，帽子可以盖下来的那种，就那种透明的，然后可以盖起来那种。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蛮好的哎、欸。他说就是一个 jacket 前面一个盖子，我说哎、欸、那个还不错。遮阳帽，然后盖板。哎，对对对，盖板。哎嘿，哎对，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那个这样子很方便，又看得到，因为全部都透明的嘛。嗯。哎，觉得蛮好的。我上次看到戴那个说哇这个太酷了，他说对啊，他说这个很方便。他们这种防疫小物还蛮多的，然后美国人就没办法接受的。美国就没有啊，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东西。不是没有办法接受，是没有人做吗 ？They don't care。啊，没差啊。哎，They don't care。嗯，你讲是。Okay. 他们很不像，所以那些亚洲人都会抱得紧紧的，然后那些老外都会觉得我们神经病来的。真的，他们都觉得我们干嘛那么这么紧张干什么？他们自己不想不要活，那也没办法。好吧，如果这个网站的话，要刷卡是直接是，就直接刷卡 ，Visa 可以吗？可以，是可以吗？你妈会给你一张，你妈会给你一张卡吧？这个东西
你妈还没讲到是吧？对，因为姐好像是说就是不用，就是不用是吧？去的时候就办一个账户，然后再把钱丢到里面去就好了。OK，那也可以。对，对，他有一个，好像比较快的样子，就是嗯哼，啊，那你机票你妈买还是你买啊？没意外，我会想自己出了，嘿啦，哇，真的哦，你这么乖哦。因为一半账户一半的钱而已啦，对吧？嗯，还是还够不的啦，错。还是够的啦，你跟你姐两个都中了探井。因为有钱好办事啊。不是，你会想赚钱这一个点。You know，就已经 different from 其他人了，因为有些人就是只要我妈会付啊，我妈会付啊，你懂是吗？没钱很恐怖啊，对吧？没钱很恐怖。对啊，所以你们家两姐弟都蛮知道，就是要自己赚钱，要自己独立，这样蛮好的。我蛮佩服你老姐的，你老姐蛮真的是蛮厉害的，她。姐姐是真的很厉害啊，哎呀。哎，你也觉得他很厉害哈、哦？所以我那时候常常忘记他才20多岁，你知道吗？对啊，然后每次，现在我走的路，他很多都自己独立完成了，对，他都自对己独立完成，他超强。他其实很少问我，他是真的有点卡住了，他才会来问我。他蛮强的，真的很厉害。好，那来看看吧，你的阅读。你有做吗？你有时间做吗？有啊，叽里叽里，差点赶不上。对，我就想说你有办法做完吗？我看一下。其实我是拿上班，就是我没有就记时间，因为没有什么太早时间可以记，所以就有第二次有做，然后有改的就会有会画一条横线，因为我是上班就是没有人说在做的啦。对哦，对对好，对对对对。那我们来对一下，你自己改一下哈。哎，妈的，对呀，我等一下换一个颜色的那个。用平板看真的比较方便一点。哦，你之前是用什么？电脑，然后就被绑在家里了。用平板看，然后可以注记，就很方便了，就好了方便。哈，好了没？对对对，刚开起来。对，也是要习惯用荧幕看文章啊。对，荧幕看文章哦。对，因为有些人就说哦，一定要印下来，一定要印下来。可是我就说啊，你考试又不是在纸上面，对他不对？强迫我看广告，等我一下。所以是荧幕看还是很那个？行 色。好，可以了。我先告诉你哈，嘿。哪一题错哈，然后我要你再找一次答案，这样 OK？第一题错，这第一题。第四题你写两个答案，对，其中一个对，第二个了，斜线下面的是第二次写斜边线是第二次写的。对。对。的，OK，好，这个圈起来，第四题圈起来。然后第六题这里也是有问题，也错，第六题不应该错的，然后再问怪几第个，八题错。第八题也错，好，先来看一下第一题。第一题啊，你写 B，他说 the chemical bi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lephant and animals。你哪里看到任何的 chemical 的东西呀、他前面有啊讲。？chemical 的 chemical 不是就会讲到一些会产生什么样的元素什么的 chemical 嘛，对不对？因为那个啊，他不是说他变那什么化石哦，那个化石那个东西，你化说石不叫 chemical 啊。chemical 是化学的东西，所以等于是说要因为这个。化学哦。对，chemical 是化学，会产生一些化学作用。Alpha 跟 animals，
然后 asphalt 是 asphalt，它有讲是 a black brown petroleum-like substance，你有猜到那是什么东西吗哪一个地方？？asphalt ASP，等一下，SPHALT。我是猜是沼泽跟就是那种焦油啊，那种沼泽，就是我有类看过类，就是很类似像树脂的那种粘稠物那种东西啊。那就是 Demarca，不是吗？等下看不是人为造出来的，没有，其实 Demarca 是从是 petroleum 石油对石油产萃生取的，出来的，不是吗？不是萃取出来的，它应该算是垃圾吗？就传副产品，副作哦，不是副作用，就是一个 side product，就是你在制作 petroleum 的时候会有一个 side product 这样子。所以你看他在第四行的时候写，你看到没有？Asphalt，a black or brown petroleum-like substance，有没有？substance。黑色、黑棕色，像 petroleum 就是石油，就是像油那个原油类的东东西这西样子。就是，所以这其实。这边就有告诉你哈，没关系。那如果就算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好了，因为它你的答案是说的 chemical 跟 biological interaction，所以等于是它这样子的话，你如它如果讲到这样子的东西的话，是什么东西加到什么东西，它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chemical 嘛，化学不是有化学实式嘛？interaction 是不是有副作用嘛？交互作用。所以他如果你讲的答案是 B 的话，他会说哦，因为他这个东西，然后因为他这个东西又加上去了，所以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的话，答案就会是 B。哦，他其实是没讲齐吗？这样讲的，对，就是会有那种这个加这个会造成什么东西这种感觉的。可是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不对？他只说在那对，就边有发就，现了什么东西，对不对？嘿，对。好，他这边说那边有那个地方发现了，是有没有很多的 animal，从大概30,000 years of the ice age 里面发现了很多那些 animal 的 remains，就是一些遗体，对不对？然后他说从那时候开始，100吨的fossil，好，从1.5 million 从什么地从这个 vertebrates，然后2.5 million from invertebrate，这边都那个，你这个通通都不知道，意思都没有关系。然后呢，这个东西还有什么 birds 啊，还有什么什么是发现了很多东西，对不对？有鸟跟昆虫那些哎，对对。然后的 aspirate，然后 see the surface，然后在第三段的话就会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这边再解释第三段，就说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东西在那个地方啊？OK，蜥蜴。就是说，为什么在那个洞里面会有这么多的化石在那一面呢、啊？为什么所有的动物都死在那个洞里啊？它不是挖了很多很多的化石出来吗？哎呀，他说为什这么个那里有这么多的九号化坑石？很多，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为什么那么在第三段的时候讲为什么那边有那么多化石？所以第一题你再看一下，应该会你变觉得？C 吧，因为A 跟猪不可能啊，他没有讲没到那错，个什么 age of 那个嗯哼，抗年龄嘛，那是这个意思吗？对，他并没有讲到他说 scientific method 方式，他也没有说他怎么什么方式都没提到啊。然后还有第一个 A 的话是就没 the 有什么 expert that were mined there，他只讲说他挖出了什么化石，他并没有讲他挖出了多少的 asphalt，所以这个也不对，所以答案 C 没有错。趁 C 对。第四题，你的答案 A 或是 B，B 有是点 先，B 错。B 是错的，是 B 错。哇，有点尴尬，天哪。我看第十
第十题第十行哦，他说哈、哦，你注意看这个句子好了。他说，Since then, over 100 tons of fossil, 1.5 million from vertebrates, 2.5 million from invertebrates have been recovered, often in densely concentrated tangled mass。所以他们发现这个东西是在。然后看一下 range from insect to bird，然后他说，从这边发现了100吨，然后那些东西是在通常在那个 densely，dense，因为有些字你不太懂的话，你就比较难联想。dense 的话就非常非常，这怎么讲？密度很高啊。密度的问题。哎，dense 的话就是非常 dense，你的那个 dense 非常那个话就是表示非常的 dense，非常密度非常高的 concentrated tangled mass。这个 mass 是指一堆东西的意思啊，混合体啦。这东西。mass 的话就是一个混合体，所以这个 tangle 你说 twisted 的话有打结的意思啊，就是有。所以通常我们讲说 twisted 的话，就是会歪曲、扭曲、打结的这种感觉，有一个混乱的从混乱。不算是有混乱，是有点你说混乱也可以啊，可是它通常就是指说，就是有那种扭曲打结的意思，比较没有，它被扭曲扭怎么讲？被 twisted 我怎么解释呢？被 twisted，假如说那个绳子啊，twisted 就是打结了，OK。然后像那个绳子，我可以把它那个的的那个绳子 twist together，这种意思啊。所以在这边的话，A 的答案是比较好，因为它其实不是打结在一起，而是。它是在深处的意思，深啊，全深处。部被 buried beneath，就是被埋在最下面的意思。那最下面就是一直叠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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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一堆东西就是一团。OK，好。嘿，所以在这边的话，这里的 tangle 并不，但是 tangle 哈，为什么我会觉得说你会猜 B 也有可能，是因为 tangle 的话，我们会说那个线 tangle together means 那个线打结了。我想说，好像有对，所类以在似这的边的感话，觉。很容易会选 B，因为他就是想要有点点骗你。可是这个发手怎么 tangle together 呢？发手不会打结，你知道吧？化石不会打结在一起，也是，它他只们是只会堆摆在放一的起。凌乱一点。他们只会堆在一起，所以它不会打结在一起。所以等于是这个字有不同的意义啦。所以他为什么会用第二个答案来骗你，就想是这骗样来。得到。哎，对，他是想要骗你的啦。第六题，你再看一下，你先找到那一行，找到那个字。第六题。第六题，我就觉得真的不能错。先找到那个字，那个 在proboscis 10，dense，等下，这第几行？这条我怎么找不到？等下，我觉得在第十三十，行。23，不是，哦对，第13行对，十三行对，好，你看到那我个没字，有，我看到他前面，你所好像以呢？应该是十七。对啊，那你为什么会写？你写什么？你想说他要找到的是哪一个地方？我以为他的那个 pit 哦，是 pits，你就都没有是看题目，How many proboscis have been found？被是被诶、欸、被被找到的被意找思到啊，对啊被找到，所以我他就跟说你说，你一定他要的看地主方。词，主词是谁，句子也要看主词，问题也要看主词。
他在问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这就九号坑啊，对啊，那九号坑、啊。不要乱，不要翻译的九号坑啊。就他有讲说他这个沥，你说沥青坑啊、哦，就是他叫九号坑啊，他的归类号码。可是人家讲的这个 proposed 应该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你会跑到那边去看呢？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你说，像这种东西，是不是不应该错？这基本送分。对，超级不应该错的。好，那第八题呢？第八题错对不对？对，第八题错。他说第 paragraph four， 你第八题答案是什么？我看一下。对，第二题答案是猪。啊，对，我那时候也会觉得你可能会错这一题。好，你看一下第八题哈，来看一下，他说第四段，他为什么讲到 coyote， 对不对？你先看一下 coyote。他有讲到就是最后一段，他是最后一段啊。对，最后一段。你先找到 coyote。找到 coyote 了没有？这样蛮近的，找到第十。二三中心。好，把这一段这一个 coyote 这句话这一个句子看一遍。这个句子讲的是什么？这个句子到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从那个for every large no 我说冒号，你看到你也不是大写啊。我那就再从那个更前面那个。好，那从这边开始看，所以他在解释的是什么？你再看一下答案，你觉得哪一个答案才是正确的？答案，所以它不是，就是它不是，亲吃腐肉那种东西，意思这样子。我只要你看那一句就好，答案就出来。我看一下吧，那个有没有声？A 吗？应该是。是啊，是 A 啊。就吃肉的这样子啊。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哈，他说 carnivores greatly outnumber herbivores in the collection。到这边目前为止，这是一句话哈。他说这个 carnivores 比 outnumber 就是比较多的意思，大于超市 herbivores 还要多 in collection。Every large herbivores there's one saber-tooth cat, coyote, and four wolves。所以一只大只的，等于是一只大只的这个 herbivores。跟这个1、2、6只其他的动物啊，有没有 ？Every large herbivores, there's one 什么东西 coyotes and four wolves 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等于是一只这个叫做草食动物啦。OK， 就一个草食动物的话，肯定是可以喂四只。这些肉食性动物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这边你没有看到你讲的 scavenger 这个字吧？对啊，是不是？没有到 scavenger 这个，对，还没有到嘛，哈，对不对？他说，如果 as the animal decays, more scavenger will be attracted to call in their turn。然后可是下面他就讲那个 carnivores greatly number， 所以他其实已经不是在讲 scavenger 了。好，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你要看到那个东西，把那句话看懂就好了。就找到字，然后就看那句话就好，是不是？对，基本上你找到那个字的话，那一句话就是，我就跟你说，答案基本上就会在那一句里面了。OK， 好。如果那一句再没有看到的话，哎，没有，那就前后一句，后面一句看一下。可是基本上都会在那一句里面的。好。OK， 好，第那九到十九，我看一下你的。第十一题错，十一，然后，十二题、十三题、十五题、十六题，哇，这怎么错这么多？十八题，这篇比较难呢。这篇是讲那个。哦，北美跟贸易的东西，我这样讲、就是、我怎么觉得比较简单呢？比刚才那个简单多了。诶、欸，应该算是吧。我确定一下，我先看十一题。十一题 ，The passage compare other European city on the basis of which of following。第一题你是写什么 C 啊、哦？你看第一句。其实他这段其实有蛮多话我 get 不到的，就是我算看懂他的，但是我没有很了解他。你先看第一段就好，你觉得这段在讲什么？你看第一段，你先看完第一段，你告诉我。先讲第一句就好了，不要第一段，第一句就好。第一句什么意思？第一句来讲的话是那个，我怎么讲？就是美国的，就是美洲的城市发展比较快啊。比欧洲还要快、啊、是这个意思吧？是啊，是啊，所以他们是在比较城市发展，是不是？哦，可是他已经第三，哦，对，也不能这样讲。你注意看他的十一题的题目 ，compare 什么意思？就比较啊。比较啊，然后第一句话是不是讲不同点？是不是在比较？所以答案什么呢？你猜猜。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啊，发展的话，是要是，等我想想。确定是，应该是 yes， 猪吧。嗯哼。Yes。Yep。你看，我只是跟你提一下，你也是自己找到答案的哦。没有，其实因为我想说他在中间，他应该会，哦对啊，这个应该。我跟你说嘛，从慢慢来，你在讲比较了 ，compare， 你就要去找 differences， 第一句话就出现了。好。然后我再看一下第几啊？第十二题上。第十二题在 line 11。找到第 line 11，然后再往前面看 ，merchandising establishments were accordingly advantageously located in poor city from which good could be readily distributed to interior settlements. OK， 所以它的十一是指什么意思？
看你写什么，十二题啦哈，十二题啦。写 C。C 呀、啊、，to some degree 呀、啊。就定义某种哦，嗯。看一下啊 ，merchandise adapted word accordingly advantage。好，我如果 accordingly 不要看。好，你先看那个句子。Merchandising establishments were advantageously located in poor city。我不是跟你说逗号可以不用就看吗？不用看其实中不间会影响到那个句子。对啊对啊。这个 city from which good could be rapidly distributed to interior settlements。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他们为什么会 merchandise establishment 为什么会 locate 在 poor city？根据 accordingly 是不是根据的意思 According ？According to 嘛，对不对？to 好，根据什么东西呀、是个，找一下，根据什么？我找去了。你把那个句子看一下，然后用这个根据来看，你觉得它是根据什么？三去法先。三去法先，三去法，先，你说先拿到什么东西？没有，删去法就是你先可以把它删掉的，你觉得什么西可以删就是掉，先把它这删。个题目嘛，就。A 感觉不像啊，你好像是什么 S for S，As usual，就像平常一样就的意这，思。就它你觉开得不头就是？怪怪的，然后 for 好。this reason 猪也是啊，就因为这个原因的嘛，中间根据什么东西？为什么 for this reason 不会是根据什么？奇，if。怪了，我刚才不是叫你已经他这个一为什么又叫 restart？我刚才不是已经 restart？奇怪，我在哦，电因为脑弄起。它会，它不会一次用完，刚才已经开超久的了。那个它是 accordingly 嘛？你看到 accordingly 是根据嘛？根据某个原因嘛？根据某个需求，根据某个，他才会在 poor city 建。哦，对，因为哦，reason 的关系也是可以有感觉。对，according 的话，你看到 accordingly 的话，就是因为这样的意思啦。你可以这样把它分成这样子，accordingly 就是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才会他们建在把这个 city 建在 poor city，因为他们 distribution 比较方便。可讲的话，它就跟 C 我觉得有一点点相像，就是因不为某像啊些程，to some degree，你知道 to some degree 是什么意思吗？在某些程度上面啊，那怎么会？根据什么东西？Accordingly，跟某些程度怎么会有关系嘞？某些程度的话，你通常是会比较他们的。某些程度的话，就是有那种 level 的高低的意思啊。例如说，就是因为for some degree 的话，它比较 larger，或是比较 smaller，或者是比较 richer，比较什么东西？因为它有 degree 的要求的话，就是有多少的意思嘛？如果你是用 degree 的话，我会 looking for 这种 compare 的，哪个比较多，哪个比较少这种的答案。可，哇，是也可以这样讲，那，最主要是 accordingly 这个字啦。哈哈。accordingly 这个字就是根据的意思，那根据就是有。根据这个原因而造成这样的结果吗？你这样懂意思？好啊，好，OK，对呀、啊，那根据懂。accordingly，它为什么会插在中间？就是告诉你，它后面，你看它前面，所以我才说叫你看那个句子。它前面的句子是不是因果关系？
是不是因果关系？所以你就直接这个字就是要找因果关系的字啊。哦，哎，可以这样找。对对啊，对啊，所以我才叫你说要看那个句子啊。然后如果你说 to some degree 的话，我就会找 comparison 的关系的字啊。comparison 关系的字。这个句子里面就要有 comparison 的意思的比较啊。OK， 好。好，然后还有第几题？第几？13。三题，好。他说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all of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plantation system influence the growth of Southern City, except. 好，那我们去找到 plantation system 先。Plantation 在哪里？应该是在第三段了吧？讲到南部嘛，对不对？第三段，对啊，你可以没看到？看到看到。好，那你再找一下答案，西不对。他说 influence the growth of Southern City， 除了哪一个是不对的，这些里面都有提到帮助这个南部的城市成长，除了哪一个没有提到？提到 A， location 有啊，有讲到啊。我看一下，分段的讲好像是15行后面16行开始就是第三段了嘛，这样看。对，第三段，对，你从第三段开始看。你15题是写什么？看一下。13。15题也有了，但是15题写好。猪明明就有写啊，猪明明就有提到，不是吗？对啊，15题啊，嘿。我们现在是看第13题还是第15题啊？15先好了。13题还没看上哈，但是 sorry， 我自己跳过了，15题先看好了，15题先看。应该有可能是 B 吗？就是他好像没有讲到。有啊，21行就写到了。他不说他是在南部吗？你看21行。21。位置 OK。航道。里面其实每个都有提到，只有一个没有提到。你最早没有那哪一个选项是在里面没有出现，在那一段里面没有出现。在那一段里面出现。没有提到。看一下。前面有讲。大雄自给自足，C 没有明确讲到。就是 C 啊，就是里面没有提到的，是不是就是 C 的关系？对啊，他说他 location 他有讲到，他说他在那个 Atlantic coastline 啊，对不对？然后讲到 access 有讲到嘛，对不对？然后中间有讲到 self-sufficient 那个也有提到嘛，就只有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ntation 没有提到嘛。你知道 plantation 是什么吗？
不知道。你看 plant 是什么意思？计划啊，计划。不是，不是，这不是那个 plant， P L A N T、啊啊。植物那个吧。植物嘛，对不对？对啊。然后把它变成名词。他说南部有很多的 plantation，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经济作物。不要，我乱猜。是 plantation。很多植，现在一个很多植物园，植物农地，植物园，很多植物。所以美国南部有很多的植物园，是这样。这跟城市发展有关系吗？没有啊。哎，所以呢，就是再猜猜。你想想看，美国早期南部都干嘛的？就棉花、啊，种田嘛，对不对？对啊，棉花，嗯。所以就是种田啊 ，plantation 就是庄园的意思啊。庄园。庄园啊，就是美国南部很多 plantation， 那种就是一个 plantation， 一个 plantation 就是这一堆地都是种棉花，这一堆地是这个人的种棉花的，那一堆地是种什么东西的，这样种玉米的。这个叫 plantation 啊，其实就是庄园，什么庄园，什么庄园啊。啊，以前的这些大地主就很多很多很多的地啊，然后这些地都是他的地啊，然后这些都是种，这叫台湾叫做什么农地啊。可是他们是因为是一区一区的，把它这个他们会把它圈名字嘛。哦，这个叫做什么 plantation， 什么 plantation 这样子，就是他们 just a kind of name， yeah。所以十五题答案是 C 没有错，嗯。那十三题我看一下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early colonial city was established along the Atlantic， often due to， 检错有点多。为什么他会在看一下？第二段就有写到了。B 是错的。很明显啊，第二段前面就有了，很明显。第二段前面就有。嗯。你看十二题已经在十一行了嘛，对不对？嗯嗯。等一下。十二题在十一行。然后他说。第二题已经在十一行了，然后他说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early colonial city， 那你就在这个十一行附近的 colonial city 看一下，找一下答案就出来。你写什么？我看一下。你写 B 哦。应该是地理位置的话，应该是你就从十一行，感觉像 C， 应该是 C 耶，就是离欧洲比较近吧。对，没错，他不是说吗？他这边不是有写吗？他说，可以讲啊 ，This was naturally because this area was nearest England and France, particularly England, for which most capital goods.And many consumer goods were imported， 有没有？嗯，就很明显啊，因为比较靠近欧洲啊，所以答案 C 没有错。那十六题嘞？十六题的答案是，竹。竹。他说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that the comparison with northern city, most southern city were。他跟北部比起来，他觉得南部。他说 ，This was less true in colonial South, where life centered around large farm. 他不是这十六题，我有点没有办法 get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是要我去觉得他
分别大部分的。你可不可以先删两个？两个你觉得最不可能的？看一下啊。A 跟 C 吧。A 跟 C 好，先删掉。然后只剩下 B 跟猪了。对啊，因为 A 的话很明显就是它是实体啊，所以不可能是幻想出来吗？幻想吗？然后记录的好像也不太像的样子。嗯哼。可是我不确定中间那是什么意思，没有发。Discovery。看他这里没有什么，什么的 selection presentation 嘞，我这里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看一下，我会猜那个答案是因为我删掉其他的话，只剩下这个答案了。哦，必要。对啊，因为其他的人说 claimed、documented、imagined 这都不太可能，所以到最后只可是 B 我又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说他比较 discovered 的。我没有一个好理由来解释它。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以是用发现的这样子，这种解释。嗯。笑。是不是还有？没有，它应该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吧。如果是殖民地的话，很像吧。他并没有讲到，就是去了那个什么 further anomalies， 就是不行。Okay, the version of stream if you enter, check it out there. Show the better selection was desired to have in front of water highway when it will become an independent motion.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说，那些北部的城市啊，因为他们是进口嘛，对不对？他们 develop 比较快，是因为很多进口什么什么的。那因为南部的城市呢，是不是没有依赖那么多进口的东西？南部的城市，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比较默默无闻的意思啊，就是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一直到北部的人往南下看，才发现这说哦，这个南部有这么多的庄园，这么多的这个东西，这样子。我的感觉他的 discovered 是这种意思啊，就是说北部的城市是他们会成长，是因为有很多的跟欧洲的贸易所造成的城市在海边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南部不是啊，南部不是这样子 develop 出来，南部是。You know, like discover, 发现这个新大陆，发现这个庄园，发现那个庄园。哦，原来这边有一个大城市，这边有一个大城市。那以前一个庄园就可以养活一个城市的人了、啊。你知道那个地主，你知道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公园啊，那个地主啊，哈，捐了把几个公，就是很那个公园很大很大很大。那个地主捐出来的。为什么要捐出来？因为他没办法 afford 那个 tax， 税太高了。他听说好像假如说是好几个 acre， 好几十个，六七十个 acre， 这么多这么大。那你看到、哦、这个六七十个 acre 里面，以前当然有湖、有森林、有什么，那个都是属于一个庄园的人的。哦，是这样看的、okay. 哈，对对对，就是所以他们那边当然这个湖，但我们现在看到是湖啊，是 trail 像什么，可是以前有很多的是田啊，种什么东西啊，养牛啊，养什么啊，对不对？嘿，
对啊，我们这边还看得到有人在养牛的，路边还是有人在养牛养什么的、啊，在乡下一点的地方还是有的、啊。所以像这个等于是说，为什么是 discover 是哦，才来到南部以后才发现哦，原来这边有一个这么大的城市哦，所以他用 discover 这个字来形容，因为其他的 imagine 不是啊，南部不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是记录出来的，也不是计划出来的，都不是啊，只有 discover 出来发现的一个新城市这样子，所以他用 be。那第十八题 ，line 27，看一下 line 27。他说 ，passage mentioned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Civil War because it was a time of。他为什么讲到 Civil War 27、28、29？十八题啦，我又看错了。十八题是27，他说那个字 drawing。27行，就绘画嘛，绘画画图。当然不是这样看啊，你先看一下那个字在哪里。27的最后一个。好，它不是逗号吗？那就再往逗号，一直到句首为止。It was not until after 1823, after the merchandising of the spinning had waving industry。你看一下这个逗号不要看，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两个逗号，你不要看。他说 ，It was not until after 1823 that cities started drawing young people away from farm。你觉得这个是画年轻人吗？应该不是吧？哦，那应该，可是他应该是，代表的意思吧？可是。他说到1823年 ，OK， 一直到1823年，然后 city 开始 drawing young people away from farms. Such migration was particularly rapid following the Civil War. 那你想想看，因为 Civil War， 年轻人怎么样？应该是。被吸引过来吧，因为有机会。答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A 吧。对，没错。Attrac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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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对啊，就是那些吸引人，就是被那个战争嘛，就被吸引去当兵嘛，嗯。Yep， 就这样啊，你看这答案都是你找对的啊，所以我就是为什么不告诉你答案，就是我想让你自己再去找一下答案。好，20到28，我看一下哈。还有吗？还有一没有吧？这个是十三。我们还没讲吗？讲了、啊。我们可以就回去讲啦。哦，那没事，看着。对呀、啊。20到28，看一下，20到28，20，你是说第二次写的，所以你要看第二次的答案哈。好 ，A C B C C A， 26题错。没有错。然后。哎，就这样吗？28，27，28，28题也对。好，第二次的答案哦，是第二次的答案哦，我看的是第二次答案。OK， 好。所以只有错一题，还不错哦。我说错哪一题啊？26。26。来看一下 line 17，直接看一下 line 17。1870后面吧，那个 1870，OK， 所以那往前面看。Threshing machine was also being improved and enlarged, and after 1970, they were increasingly powered by steam engine. 所以他讲的这个类是谁啊？这题会错吗？其实我不太能了解他的意思。没有，不用了解。你再看一句那句话就好了。
这怎么会错呢？就是那个什么，哦，那必要那个对呀、啊那个，不是吗？很明显不是吗？那个模型，对呀、啊，不是很明、嗯、不是很明显吗？对，对呀、啊、对呀、啊，你看你写的 C 答案就很好笑 ，steamer steam agent engine were increasingly powered by steam engine。对他那个 power by steam 没有那个 get 到，那个东西怎么还会 power by 那个东西啊？对对，嗯，哎，对吧？看看，所以我就跟你说，有时候你自己再看一下，你自己都会看，就会看得到答案。OK OK， 好 ，OK， 然后再过来，所以这个这大题居然就对的蛮多的，然后29题到39。看29题到39。29到39。29题到39题，30错，31错。34错，35错。3435。嗯。嗯。38错。39错。嗯，这个错比较多。嗯，我看一下这题为什么会错这么多呢？Native America。要三十题 ，unique in line two。第二中后面后段 ，produce line two。Production. 他说，看一下 modern order， 因为我怎么没看到 line two。OK， 看到了。那我们就从第一句开始看。The Native American people of the North Pacific Coast created highly complex maritime culture as they invented modes of production unique to their special environment. 它的特别的 environment, 所以它的 production 非常 unique. 那你觉得这 unique 是什么意思？特别的，因为他们特别的环境，所以他们的 production 的方式就非常的 unique。Particular 猪吗？对 ，particular 对 ，particular 就是有特别的意思，就是 specially 的意思。对，答案是猪。可以。嗯，然后过来31题，你写 C。C 呀、啊、，Line three， 好，来看一下 attend。Line three。好，看一下。In addition to their sophisticated technical culture, 除了他们的 culture 之外 ，they also attain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ny non-agriculture people in the world。除了他们的 culture 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非常 complex 的，可以猜得到吗 ？Complex。非常，他们还怎么样？是其中一个非常 complex 的 social organization。你看到有没有 one of the most 的什么东西？表示这个已经是有那种很极限的意思。那它是一个其中一个，表示它好还是不好？
好，算好。所以它是有还是没有？所以你三十一题可以猜得到吗？三十一哦，A 吗 ？A 对，没错。A 有可能，答怪怪的。而且他还答成为的意思，他还 achieve 就是有成为的意思，他还可以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ny non-agricultural people in the world。除了他很高，就是他们的技术很非常厉害之外，他还而且还是非常的。还可以达成这个，成为一个 social organization 非常 complex 的 social organization， 这样子，所以答案是 A， achieve 有达到的意思，达成的意思。Okay， 然后再过来，三二，三四题。是 abundant in line 7，来看一下 line 7在哪里。这种题目中文率还是有点高。line 7，五六七。欸，这个好像有印象，这个那时候我是选 A 和 B 其中一个，他说应该会比较偏 A， 那如果 A 不对的话，应该就是 B。对 ，B 没错，abundant 就是有很多的意思啊。对，就是。那我们看一下题目一下，我怎么没看到 abundant 这个字啊？五行、六行、七行 throughout the world that did not have vision， 我怎么没看到 abundant 这个字？哎呦！这根本就不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对，它标有点上面了。OK， 来 ，Woman also specialize in the gathering of the abundant shellfish, process the catch。所以他们 gathering 有很得到的意思嘛 ？Shellfish 就是那个什么贝壳类的。OK， they live close to the shore， 因为他们靠近，住在靠近 shore， 就是海岸的意思啊，哈，岸边的意思，所以他们可以捡到很多的 shellfish， 所以 abundant 就是 plentiful， 对，答案是 B， 这基本上也是要一点单字能力啦，三十五题也错。Which of following is true of North Pacific coast woman except that？Except 哪一件事情他们没有 ？A 刚才有讲有没有？你再看一次答案。有，比其他人，那更可以就是捕到贝那个贝壳，贝类。没有，他除了哪一件事情不是这个这些那些 Pacific Coast Woman 能够做到的。你先从那个第二段。他说不是那些那些女人做的，女性做得到的。因为他说 except 就除了这个之外。对啊，那怎么这样？所以他有抓 shellfish 有嘛，对不对？有啊。然后还有哪一个？他有制作工作材料啊。如果材料是说那个工具的材料制作是什么？你 A B C D 再找一下，看哪个答案是正确。就在那一段而已。C 吗 ？C 对，没错。变三句法对啊，就三句法，就是这边有讲到就三三三啊，然后就是答案就出来了，对，没错，答案 C。好，
然后38题 peculiar line 19又是单字，所以你的单字都基本上都很惨。你也就不懂啊，就不懂也没办法。对，嗯，很没有头绪的感觉。第十九题，有时候我就是我们像这种的话，我会就是把那句话，你先看到那个字，然后把那句话。19行。Okay, 19行。Each product has its own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 that demand a particular way of cutting or drying the meat.他说每一个 product 有他自己的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然后这个里面 a particular way of cutting or drying the meat， 因为每一种肉有不同的特性，所以他要用不同的方式来 drying the meat。Strange 就是那是不是反义嘛？就是不好的嘛？有吗？是这个意思吗？没有不好的意思。那应该是 C 觉得错嘛，然后那个 biological 应该是也有问题，就 C 猪都是不见这样子，然后那只剩 A 跟 B 了。我 B 不确定是什么东西，但是 A 就是奇怪奇特的方法。对 ，A 吗？对，奇特的意思没错 ，A 这里的 peculiar 就是有很特别的特性啊，那它表示它就表示那个特性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它要不同的切法，不同的弄干的方式，所以答案是 A， 对，有奇特的意思啊。OK， 好。39题一样，第四段只看第四段就好了。好，然后说哪一个？Two of the cheese-like substance mentioned in paragraph 4. 除了哪一个不是？不是。你就看第四段就好。他在最后，我就是他是最后面，就是最后面才会讲到。然后不是，它是由鱼制成的。对，哎，为什么选 A？ 对，为什么选 A？ 我觉得 A 不是就很明显。对 ，A 是确实是由鱼制成的，没错。对啊，对啊，所以它是哪一个？猪啦，就除应该做猪的就。对啊，他没有讲说什么时间什么，对不对？对，没错，他就猪。这个答案都你自己找到的。哇，好，四十题，我看看。41错。41。45错。45。46、47错。49、50错，总其实好像有点多哎，但有点多哈，总共错几题了？没关系，现在看一下，那 B 41题 ，C 猪 C 45题，猪哦，没得可能是的，1、2、3、4、5、6。好，来看看第41题 ，Line 6。第四个字母。等一下。为什么他说40到45，可是他这个题目是到50、啊？好，应该是40到50才对。好 ，Line 6， 看一下 Line 6， 1、2、3、4、5、1、2、3、4、5、6。You was pounding the next rocket.
Okay,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lay was crucial. It was pumping meticulously and mixed with water to make it entire, even in the texture. 哎，这题哦，这个你只能猜了啦。第41题基本上你，我觉得很难从里面找到意思啦，这只能猜了。这题答案，你再猜另外一个答案。你的答案错了吗？再猜一个。Kevin 应该是 A 绝对是不可能的。A 也感觉怪怪的。然后呢？要确定一下。Carefully。嗯哼，耶、yeah. 欸！你蛮厉害的，都猜对了哈。对，没错是 C。它就是第二个是不太像。嗯哼 ，initially 有开始的意思，所以应该不是。可是就是变成说你要了解、啊，所以41题等于是怎么讲、就是猜题啊。好，45题嘞。Which of following methods were used by some potters to give vessel a glossy finish? 好，看一下，先找到，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找到已经第六行了嘛，再往下看，找到 glossy finish 的那个。哦，这个题目我不是这个大题我也是有看没有懂，就是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我知道他在讲就是烧窑这件事情，嗯、我看到有那个有那个、嗯，然后所以我就不用管看不懂看不懂，你就直接去找他的答案就好。Glossy finish， 先找一下这两个字有没有看到。Glossy finish 是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烧制完成。Finish 哈，这个字就是因为你可能会不懂意思。Finish 就是外 ，Glossy 有光亮的意思啦。OK， 所以 Glossy finish。虽然我会说 matte finish 的话是有外层啊，外层啊，有外层的表层啊，你的表层啊，所以我的这个做出来的 pottery 要光光亮亮的感觉的，很滑很光亮的意思。OK， 好，所以他说。哪一个方式是他们用给那个 vessel 就是花瓶 a glossy finish， 看到我好像是没有看到他用 glossy finish 这个字。哦，有哦。我这好像有。看到在怎么没有啊？好，进来。
还有还有一个叫 Glassy 的 finish， Glass like finish， 这个算是吗？耶，可是我要看一下他的 Glass like 在第几行啊？让我看一下 ，Glass 那个第十六。15最后面。Glaze is a no， 不是他讲到 glaze。glaze 的话就是然后再像你知道我们 donuts 啊哈，吃 donuts 上面弄一层那个糖霜有没有？就叫 glaze。嘴玻璃哦。不是 glaze， 这个我讲的是这个字 glaze。第十五行的 A glaze is a form of sleeve that turn to a glass-like finish during high temperature firing。 有没有看到？嘿，有有。要不然就是那个 surface finishes 这个吧。对，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应该是就剩这两个，因为都这两个有 finish 这个字。对，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所以答案你觉得哪个比较像？猪吗？没有啊，你自己都跟我说了第一句话 ，since surface finish provide a pleasant 那个对不对？然后 the parters smooth the exterior surface。Of the part with wet hands。那肯定是 A， wet hand， 湿的手 yeah, 就 A， 是 A。他用湿的手去把它磨成亮亮的这样子，把它磨平了，有没有？Hey. 他的意思是这样，对，答案是 A 啦。OK， 好。然后46题。十九行，十九、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九。OK， 所以要再看一下 ，Some part was adorned with incised or stem decorations。这个你也是只能猜啦。对，只能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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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ted 是画上去，不是，答案是 B 啊 ，carve， 刻上去的意思。用刻的，哦，也是可以，是可以，有点想不到。对，它有刻的，有印的，有画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没办法 ，incise 其实就是有雕刻的意思啊。这个你不知道就没办法。47题不能错啊，47题累。这种代名词的我都觉得这个是不能错的。代名词。好，找一下。26行。47哦。26行。21、22、23、24、25、26。好，就往回去看。Before they were ready to use， 在用以前啊，就是那哎，对，那就是，它是 pox， 它不是，该不会是猪吧？猪 cracks 可以用啊。这
这样的话剩可怕。因为这一篇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啊？他在烧一个瓷器，不是吗？对呀、啊，所以什么东西比较像瓷器的东西啊 ？Pot 不是铁锅吗？他们说铁。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Pot 就是锅，就是一个 Pot， 只要一个装东西的东西都叫 Pot。哦，是这样定义的哦。啊，对，不是只有铁的，只要能够装东西的都是 Pot。那这个就 OK 了，那就没事。所以是气体单手。C 啊。C 对。没有想到，如果它是窑出现使用前要那个。他说 small crate were repaired before they were ready to use， 那个 crate 是裂痕，所以这些小小的烧，因为烧嘛，要烧出来会有一些小小裂痕，那个裂痕要先修理好，所以它才可以用。那什么也可以用，那个 parts 才可以用。 OK 好。 okay， 那49题， look at the term temper， 9行 glaze， 14行Kills line 23 and compound 24. Which of these terms is not defined in the passage? 里面没有讲到的，没有 defined 的。啊，这题也很简单。什么叫没有 defined？ 没有解释，没有解释的。好，那我们先看第九个有没有？第九行 ，temper 有没有讲到 temper？有 ending temper 有没有逗号逗号有没有讲 有 a substance 好，那有，然后再往下看 glaze 十四，那就还蛮好找的，如果这样的那个的话，这个就没有，没有吗？你说它逗号之间，哎，继续往后看，它还有另外再开一段讲解，所以这应该算有吧。Now, a glaze is a form of sleep that turns into a glass-like finish. 有没有讲到？有，这有没有 define？ 有，他只说那个字在那个行，可是他并没有说你只要看那一行。哦，也 OK 好。OK。然后再过来，那又讲到，kills that line 23。你是 kills 没有吧？我是这样子说，那个 complicated， 然后sorry， compute 有听到吗？应该是剩 C 珠在选吧，因为这最不明显的这两个。So kills 有没有讲到？好像，好，如果没有 known as kills 是就是它叫做这个意思嘛？是这样，是可以这样讲吗？因为他这样的话算是，就是听外讲解的话，就是他 Q 是算有。好，那看一下第四行的 compounds。铁什么 ？Iron， 铁化合物。应该是猪没有讲到吧？因为对呀、啊，猪没有讲到、啊，他只说 dissolve carbon and iron compound 而已，他有没有讲到 compound 是什么？没有，没有讲过。对。对啊，那你前面讲那个 kiln， 他有讲，他说 which will not only bake the clay remote but also dissolve， far higher temperature was standard special over known as kiln， 这个有解释啊，前面就是他的解释啊，嗯，没错。好，第五十题呢？Also, the passage mentioned that when pottery is fired under burning wood, the ashes help. 找到一下 the fire. 哎，这个在这个其实我没有找到很清楚，因为这有点有啊，在二十一行那里。现在咋地？二十一行。
理，注射问题。我确定一下啊，21号啊，对啊，你看到吗 ？Ashes， 哦，那应该是 B， 对，没错 ，B 对 B， 嗯哼，这答案就出来啦。Okay. 这总共错几题啊？今天有点多哎，那你好像每次都错差不多。差不多题数。欸，因为，欸，对。算算看错几题。然后我这边，欸，给他讲是答案嘛，因为刚才程式 crash 掉，就笔记前面有遗失。等一下，第几题开始？从第一到第一题开始。对对对对。第一题在。CB 猪 A 猪，对哦 ，CB 猪 A 猪猪 ，OK。然后 BB ABB， 呀 ，BB ABB， 哎，错了，然后来猪猪 C 猪 C。猪 C 猪 C， 喂 B C A C A， B C A C A， 过来 C B 猪 C A， C B 猪 C A 哈， B 猪 B C 猪。后来 A A C B C， A A C A C B C A A C B C 对，后来 A B A 猪 B， A B A 猪 B 嘿 ，C C B A A C C B A A 哈。来 ，B C B 猪 B。B C B 猪 B OK， 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二。因为50题22少一半，比上次还要少于20题，少于20，少于20，50题少于20，10几题差不多三分之一嘛。对对，这样要比较好一点。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刚好，因为你现在还是短篇的，你到长篇一定会要更少了。你知道托福是比这个长三倍的啊？啊，也是啊，哎呀。嗯，对，所以我才会说，我一直在告诉你，你就看那一段就好，看那个字就好，看那一行就好。对，你要习惯这种模式，否则你到时候你看到那么多那个的话，你就有点昏倒了，你会更 confused 啊。所以我才要你一直习惯这种模式，去找到字在哪里，那个句子在哪里，然后再从那边去猜。这样就会比较好找答案。嗯，好。好，你今天的念的有练习吗？有。但是对，还可以。然后今天看吗 ？Yeah, of course. OK， 那等我修，等我出来。哎，意大利还是没有弄下，没有 count down 下来的哈。我们这是2019年的啦。确定。这是2019，对。一直说想要去做的 cruise， 这篇还蛮短的。这篇怎么那么短？
好来，就列表来看看，哎、欸，好像蛮短的，这边比较短一点的。对 ，Italy's government bans cruise ships from Venice. Italy has announced. Italy 不是 Italy， 是 Italy。Italy。嗯哼 ，Italy has。嗯哼。哎、欸，那意大利人是就是 Italy。那意大利人是 Italian。Italian。嗯哼。Italian 对 Italy。Italian。对，然后 Italy， 哎、欸，咦 ？Italy。Italy。不是 Italy， 是 Italy。Italy。OK。好。嗯，那。Italy has announced a ban on large cruise ships sailing into the northern city of Venice. Culture Minister Dario Franceschini said the ban was approved during a cabinet.Cabinet meeting. 你知道什么是 cabinet meeting 吗？就是内阁，内阁。嗯，对对对。Cabinet 是柜子的意思啊。我还有它的柜子的意思哦。对 ，cabinet 就是像什么厨房的啊 ，kitchen cabinet 啊，cabinet 有柜子的意思啊。哦。所以它也有内阁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那个。一个包厢里面，你知道什么叫内阁吗？以前就是在一个包厢里面做决定，说他们叫内阁嘛，那个字就是大家都进去那个包厢里面去做决定嘛。嗯，有那种意思。对，好，继续。然后 ，on July 30, and will take effect August 1st. It covers the lagoon near the cities.There are the cities Saint Mark Square, Mark Square, mm-hmm. and the Judaica Canal. This canal. Canal. Yeah, canal. 对。对。Canal. 叫什么？啊 ，canal.你知道我在念哪个字吗？就 Judaica， 就是他那个那个什么，运河 canal。对 canal。那个好，继续。Judaica canal， the lagoon area is used by cruise ships stopping in Venice.Venice is building on a system of canals. Mm-hmm. Perfect. Franceschini sa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add fast. No, decided.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act fast to avoid the UN Culture Agency, UNESCO, adding Venice to its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Danger says. Sight. Who says? In danger says. Sight. Sight. In danger says. Mhm. Mm-hmm. In danger says at an upcoming. Mhm. At an upcoming. Upcoming.Up 先念 upcoming 哦哦 ，OK 好，at a upcoming meeting、uh-huh. in China upcoming
分一下 OK。 UNESCO suggests last month is could put Venice on the list. The agency say the cruise ships which carry and unload thousands of days trippers. Now, threaten the surrounding water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order also declared the waterways of St. Mark's Basin. St. Mark's Canal and the Judaica Canal in the National Monument. The minister added. Okay. Environmentalist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sts have long sought to establish an a ban on cruise ships in Venice. but the plans were opposed. But the plans were opposed by local business leaders, who argued that the ship should be promoted because they bring in so much money. Franceschini told reporters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was awaited by UNESCO and the by all those who have been to Venice and who have remained disturbed by the huge size of these ships passing through there. The Italian government had decided on a ban area this year, but did not immediately set the state data. Date. Say a start date.
The band covers ships. Weighing. Wait. Weighing. Weighing. Wait. W-E-I 发 E 的音 Wait. Wait. 嗯哼。Weighing. OK, 好。The band covers ships weighing more than... No, weig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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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可以讲一次吗？ Wait.你先讲重量怎么讲 ，weight 嘛，对不对 ？weight， 对啊 ，weight。嘿、hey, ，可是我没有 t 的音嘛，所以是 weighing、oh,。gh 不发音。好 ，OK。哎 ，gh 不发音。weighing， 好。嗯哼。The band covers ships weighing more than 25,000 tons or t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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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tons。Or longer than 118 meters, it also bars smaller ships that produce, produce too much pollution, much pollution, or could otherwise harm the city's environment. Italian Prime Minister. No, Prime. Prime Minister. Italian Prime Minister Mario Draghi's office say, all the ships that are considered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好，我不要想啊，烧死。sustainable， 听得懂吗？不是 sus， 是 sus， 很轻，sustainable。sustainable。Yes。前面那个字怎么念的 ？Concede。Concede， 然后 D E R 呢 ？B， Concede， 可 Concede，B E R，D R。你念 Concede， 只有到 S I D， 然后呢 ？Considered， 这。对。然后奇怪什么？你断了一个音节。Considered sustainable to the Venetian environment can continue to stop in Venice. The office noted that permitted ships generally carry about 200 passengers. Compared to the 1,000 transport by large cruise ships. Okay. Now, when cruise passengers are dropped in Venice, the generally only have a few hours to spend in the city. Most passengers
the app visiting popular sites like San Marcos Square and in the adding to the cities around crowded public space. Already, 就是 adding 的，这样子吗？对 ，adding 啊，对，没错。因为就是讲怕我讲成 ending 那个 adding。不是 adding。adding 哈，然后 no cars are permitted， permitted in historic venues。historic。historic 应该是 historic，historic， 中文在前面 ，historic， 嗯哼，好 ，in historic Venice， which is made up of narrow passages， passages narrow， 等一下 narrow passage narrow， 要上扬吗 ？narrow， 应该就是 narrow。Narrow， 不是 narrow， narrow 的话，你跟他讲说 it's narrow， 人家老外听不懂。Narrow 是连在一起的，不要 narrow， 不要分开来。Narrow， 好，就不要 narrow， 不要分两个音节。Narrow，OK，、okay. 这连在好。Which is made up of narrow passage。Narrow passage， 好，我会讲。Which is made up。Of narrow passages、mm-hmm, and then numerous the numerous不是这是 number 嘛？哦 numerous numerous 好像是念 numerous 哦 numerous no numerous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点 confused. Number. Number. Numerous. 对，它是 numerous. 对 numerous. Numerous. Numerous.Numerous 跟 numerous 还有一个 numerous 有点 confused、oh. Passages and the numerous bridge during the city's high tourist season getting around Venice on foot can be difficult can、mm-hmm. be difficult.The government ordered also established 把中音放到 TA establish 嗯哼你中音抓对你就比较好念 establish no TA 嘛中音在 TA、嗯、对中音在 TAThe government also established 然后那个 compensation plans for industry business and all the affected by the ban. Officials plan to seek all the possible stopping points for cruise ships in waters outside the heart of Venice. For now, the government has put temporary sites.Near the industrial port,
industrial part of no port. 哎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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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near the industrial port of Magra, on the northwestern, the northwestern Adriatic Sea. 嗯哼 ，OK， 这篇念的比较卡一点，你可能练习时间没有那么多吧？因为这样子，对，没有太多。但是就是有几个字啊，你就把那个几个字比较卡的多念它几次。好好 ，OK 就可以把它连起来了。对。好。我是嗯嗯，太练习有点少。还没等出来。OK， 看一下，好，还有什么？然后你啊，等一下你的这篇文章。这篇总算对比较多题。三个有错几个？三个错。第一题错。第一题错。第一题好，看一下。第一题是。第一题是个。第一题我看好像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觉得这应该错的。嗯，第一题也是考你单字嘛，他说的 world rank。这个句话在，这个字在哪一段？你知道？你找。那个在，我想找一下，在那个哪里啊？在第二段的，应该是第二段，第三行的第二个字，第二段第三行的第二个字，第三行。好，他说 ，You usually occur after doing rigorous work, like riding a bike or playing a game of soccer。所以他说，通常这个 fatigue 就是疲劳的意思啊。OK。他说 ，physical 的 fatigue is a familiar feeling of many people. Some describe physical fatigue as a feeling drained， 就是非常非常累的意思。Fatigue 就是有疲累的意思。You usually occur after doing rigorous work, like riding a bike 或是 playing a game or soccer. So rigorous work means like 这个工作是这件事情。这个 work 不是只代表工作哈。Work 的话还可以当做你做的事情 ，What you did， OK， 那也叫 work。所以例如说，他有后面举例说明，像骑脚踏车啦、啊，或者是玩 soccer game 啊。所以那个 rigorous，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想说是应该是蛮像 A 的、啊，好像不是的话，那什么 A 是。这个 rigorous 有好像很花体力的工作，很花体力的。那个 forceful 有 force 是强迫性的，强迫性的。force 啊 ，force 有武力嘛，有那个，所以 forceful 是有强迫性的意思。打足球应该没有 forceful 吧？precise。No, precise. Precise 有准确性。足球应该有了。非常耗你体力的嘛，对不对？消耗你体力的。这答案就出来了、啊。我刚才就说那两个都错，就答案就是 B 啊 ，demanding。demanding 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真的知道没有看过。demand 啊。Supply and demand， 你知不知道 ？Supply and demand。你上次念那个 economic 的时候，你有看到这个字啊？我好像没有发现。